这个男人大家都认识，他叫巨石强森，身体健硕，肌肉发达，打架超猛，头顶发光。但是早年他的形象其实不是这样，这个喜欢穿红靴子有点骚气的男人就是早年的巨石强森，头发还很浓密，身材也比较小只，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 gay gay 的气质。正在自我陶醉的强森正好看到了外面的齐丽，然后跟踪到了齐丽的家里，准备偷袭齐丽讨个说法。因为齐丽前段时间承诺给他试镜的机会，但强森一直没收到通知，齐丽安慰他只是暂时没找到合适的角色，最后还让强森展示了他的招牌动作。 Give me that eyebrow thing.